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搭配是短衬衫加牛仔裤。牛仔裤一直都是时尚圈的宠儿，不拘束的穿着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自由感，穿着更加修长有型。短衬衫加牛仔裤这种穿搭之法简单利索，短衬衫有一种青春之美，而牛仔又能将腿部线条呈现出来，一个词，美妙。上衣品牌 Quaden Editions， 裤子品牌 Of Lake， 鞋子品牌 Tiger of Sweden， 裤子品牌 Seredus， 鞋子品牌 Nike， 裤子品牌 Smithson， 鞋子品牌 Marcus Almeida， 裤子品牌 Amy Leon Dury， 鞋子品牌Calvin Klein Jeans as the 1978， 裤子品牌 Obed， 鞋子品牌 Adidas。 如需要更多男士搭配单品，复制下面的信息私信我即可。复制这条信息，男士单品，关注我，下一个型男就是你。